九南方日报深圳版：深圳机场哈庄商 W 警航班未现大面积延误，17个船班被取消。2015年7月10日7时20分，深圳观察 AII02 HTTP 冒号双斜线 paper.south.cn.com/nf/really/html/ 2015/07/10/content/744771.html 小字号增大南方日报信记者邓长通讯员方明华黄屋记者从深圳机场获悉，7月9日下午，深圳机场哈庄商 W 警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年。